关晓彤12月24号晚北京舞蹈大赛30年颁奖盛典，欢迎大家关注舞蹈圈今年最大的盛事，同时也祝愿金帆舞蹈团的学弟学妹们在盛典上非常好的表现啊！因为我之前也是在金帆舞蹈团的一员，所以我在里面成长，里面有很多值得回忆和美好，然后很多特别好的事情都在金帆舞蹈团里面发生了，然后在那里面我也有成长，所以希望大家在那一天晚上的表现一定棒棒的，让我们一起重拾舞蹈的记忆，就在12月24号。